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morning again. I'm actually going to present this one in Chinese. I tried last night in English, but it just didn't sound right. So I leave this translation job to our capable translators behind the scene. 再次感谢滕校长和 Chris 校长的邀请。今天我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在深圳过去两年做的一些工作。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勇闯无人区，低空经济的机遇与挑战"。我大概在两年多以前呢，在深圳在福田这个创立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这是我们其中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在我的这个演讲开始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城市为什么要建高楼？ 城市不建高楼，特别是我们在香港、在深圳这个问题的话，就非常的严峻。这样子，我想答案也非常简单因为一个城市的这个土地资源匮乏以前的话呢，土地是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关键的生产要素但是这个城市已经建起来，这样子人过来了它必须要向高空发展。 它高空发展以后带来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大城市病，因为它交通仍然被限制在地面的路网上。事实上，地面这个网的话都没有 2D， 都没有2维这样，可能只有 1.5维这样子。它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早上我过来开会也是堵车，这样早晚高峰。如果你碰到这个事故或者有作业的话呢，那么这个问题还会更加的严重。所以这个很自然的话呢，就令到我们在想。 这个有没有机会从路面向空中发展，向低空空间去扩展，这样的话呢，给我们呢这样有机会打造这个工作生活的新范式，也会开拓这个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些新的增长点。那你肯定会问，那你什么是低空经济？实际上低空经济呢，它实际上是以低空空域为依托，以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 整个辐射带动这个相关的这个领域的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经济形态，再具体来讲的话呢，低空我们的定义呢，就是从地面以上1000米，当然有些情况下，再不情况下也可以稍微再高一些，大家如果对民航有一些感觉的话呢，实际上今天我们一般做的民航机呢，就是大概是在6000米到12000米的这样一个高空。 如果大家有机会坐过直升机的话呢，那么直升机的话呢，可能也会大概在1000米，可能1000米稍微高一些的，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飞行的高度。那为什么今天我要在这里在香港在大湾区这样一个工程这样一个论坛上，这个跟大家讨论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呢？因为今天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低空的这样一个机遇，低空呢，这个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从。 这样今天这样一个空域是一个自然的资源，它完全有机会转变成这样的一个经济资源。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对比呢，我们如果看这个前人的工作呢，实际上就是频谱，就是 frequency。那么以前呢，这种在空间的这个频谱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自然资源，但是因为有了技术以后，我们能够把频谱这个应用到这样的通讯上面，应用到我们的手机，应用到我们的。 这个 satellite 卫星上，那么这个事情就变成了我们的这样的经济资源。所以今天我想很努力地想说服大家，就是说低空这件事情，它实际上是一个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机会，自然资源到经济资源的这样一个转变，它实际上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无限可能的这样一个无人区，它蕴藏着甚至会超过这个土地这资源的巨大的经济价值。 又有无人机产业为基础，还有地面交通系统做一个参照。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低空飞行这件事情可行、可控、可靠。这当然，它接下来会带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就一个三维的这样立体的这样一个新交通。而且这个低空飞行这件事情的话呢，它从一开始的话呢，它就一定是一个数字化的这样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未来的这个。 空中的无人机的数量将会是这个今天你见到这个已经在天上的飞机、民航机的这样的100倍、1000倍的这样的数量，就是说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新的数字经济的这样一个机会，也是一样新的增长点。当然，它也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工作生活的这样一个新的范式。
比如讲，很多年前大家都听说过说，以后未来的话会不会空中啊有这个空中 taxi？ 我们一直想象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科幻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讲法而已啊，但是我可以这个大胆的预测啊，这件事情的发生不会很长时间，甚至我可以大胆的预测，空中的 taxi 出现的时候，我们地面的自动驾驶可能还没有发生。那具体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低空这件事情的话呢，实际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的话呢，就是说最后低空会给我们这个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体验，那就是所谓的可通达，就是任何的点到点，不管你是物还是人啊，你会达到，就是说这个啊到处可以可通达。它里面的关键的技术就是说所有的这个空域啊一定要可计算，所有东西啊你这个要必须是要自动的，它不存在一个这个人 manually啊，这样去啊，这个去控制的问题，不像今天的民航啊，它基本上还是主要有技术的帮助的手段，但它实际上还是人在操纵。那带来的经济的机会的话呢，就是整个这件事情它是可运营，它必须要有一个这样子这个运营公司，必须要有一批的这样的运营的企业来支撑这件事情。事实上呢，今天啊，在中国啊，这个低空经济这件事情的发展的啊势头的话呢，非常的迅猛。啊，实际上这个国内呢已经有20个城市呢，实际上在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低空的这样的一些试点，啊，整个这个很多的地方的政策的话呢，也都支持的非常的啊，非常的这个啊力度也都会越来越大。那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呢，就是说2月14号啊，在深圳市7届人大啊4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啊，深圳市长秦伟忠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啊低空经济中心。打造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要推广无人机末端的配送业务，培育发展低空制造、低空飞行等新增长点。啊，这是深圳市第一次将低空经济写入政府的工作报告，就是说啊，就我自己所知呢，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政府把低空经济写入啊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原因呢，我们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啊来做低空经济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我们今天已经看到这样一个产业的蓬勃发展。那么在深圳啊，美团公司的话呢，每天这个无人机送货啊，这个送外卖的话呢，每天就是已经是这个上千次啊。事实上每天的话呢，我们顺丰啊这样的这个公司的话呢，在深圳到珠海的这个物流配送呢，每天也是几十架几百架次。所以未来的话呢，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空间。那这里我也给大家看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视频，是美团直升机啊，它怎么样子在送外卖的。Somehow stopped. Can we continue? 好，大概就是到这里的话呢，就是用户取餐，就是这个你啊，大概看到整个这样一个过程，这也非常的方便。那么在这个商场附近的话呢，你就是可以美团可以下单啊，这个我们可以用无人机的话直接给你送。那么在这个高楼的顶上呢，就是一个整个这个啊美团的这样一个无人机场啊，像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今年的话，2023年的话呢，整个这个美团的这个送的量的话呢，会更加的大。在这个深圳的更多的地区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啊，也在推广到这个深圳以外的其他城市，像上海。那我们面临的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那说这些东西看起来产业都是这个很积极的推动这件事情，那实际上今天呢，我们是面临着巨大的问题的啊，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缺乏这样的一个科学有效的这个技术手段，
也缺乏这样一个标准的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公司要送的话，它要建这样的一些啊，这个起飞点啊、降落点啊这样。啊，更加重要的呢，实际上是缺乏这个法律法规和整个这样一个交通的规则啊。更重要的话呢，就是说今天这个缺乏整个这样一个政策的话呢，啊，怎么样子可以把空域可以打开？所以今天这个现状呢，实际上是对政府来讲的话呢，就是它实际上是看不见啊，叫不到，管不住，整体呢就是这样的，数字化水平低，基础设施呢还不完备。再具体来讲的话，它的挑战呢，实际上是有几个方面的啊。第一呢，就是说它整个这个飞行器啊，这种无人机飞起来，它实际上是啊 heterogeneous， 都是异构的啊。然后它是会高密度的。那未来的话呢，我们设想的话呢，就是在每一个城市，像一个大的城市，像深圳这样的话呢，可能每天有100,000架以上的这样一个无人机，而且这个高频次的这样飞，可能每天的话有上百万次的这样一个飞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当然整个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呢，它是这个极其高的这样一个复杂度。所以整个这个问题的话，它实际上是呼唤着，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样一个统一的智能融合的基础设施啊。因为目的的话呢，我们是希望建造这样一个空中之路，能够安全有序、智能高效、低碳的啊，来支撑我们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异构啊，高密度不高频次的这样低空飞行。那解决的方案实际上也是非常的 straightforward， 那你必须要打造这个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你必须要有这个 infrastructure， 而且不仅仅是啊这个物理的 physical 的 infrastructure， 可能更加重要的是同时要建 digital infrastructure， 然后研究整个这样的一个精细化的这样管理的技术与系统。这个那么这个未来的话呢，我们要能够赋能这些飞行器，他们是这个啊能够飞起来，敢飞起来，而且飞得很好。那么对政府的空管来讲的话呢，它要能够看得见啊，叫得到，能够管得住。对企业来讲的话呢，它要是敢用、能用、好用。那么基于我们这样的一些过去这段时间这样一个认识呢，啊，这个也基于我们过去两年的这样一些技术的研发呢，啊，在去年的11月22号啊，我们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也叫做 IDEA 研究院呢，啊，我们发布了啊这样一个啊低空经济的白皮书。啊，这里面的关键的这几个点呢，这个是要转化低空为经济资源。刚才我提到，要能够实现这个低空的空域可计算，啊，我们希望能够创造这个工作生活的新范式，然后这个开拓经济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空间。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这里有个二维码，你可以 scan， 就是你可以在网上可以下载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啊低空经济啊发展的白皮书。那么我也想呢，就是说这个啊，回到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呢，啊，来这个啊，结束我今天这样一个简短的这样一个演讲，啊，事实上啊，人类的历史呢，啊，就是一部勇闯无人区的这样的一部史诗，从航海时代的这个哥伦布发现北美新大陆啊，到美国这个西部开发这个，啊，一直到这个人类征服太空、星际旅游。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不断的这个在这个啊在海上、落地上、太空中这样一个勇闯无人区的这样一个历史。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推开我们的窗户啊，外面看到的这一片低空，实际上是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去勇闯的这样一个无人区。它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这样的想象的空间啊，这个有很多的这样的未来的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想今天在我们大湾区。啊，我们一起来勇闯这个低空经济的无人区，一定会为香港、为深圳啊，为整个大湾区啊，甚至为世界啊，提供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谢谢大家。